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布斯。绝区零终于开启了，这个游戏我等了好久。之前看各种测试阶段的视频，打击感好，剧情不错，建模精细，演出也很好，都有人分不清游戏和现实了。新玩法是陡格的加战斗，而且是支持手柄操作的，非常适合我们的 GPDW Mini 游玩。绝区零流畅游玩所需的功耗并不是很高，给出一个15瓦兼顾续航和手持体验的设值。以下为实际测试。定住目标，确认。三零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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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啊，好的。交给我吧。定住目标。